吃独食的毛病又犯了。女孩子吃饭得文明点儿，文明在这个家都得饿死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辣酱去啊！嗯，你自己整去呗。我啥也指望不上你。小样的，我看你能不能找到。辣椒放哪儿了？柜子里呢，自己找。你找不到可就不能怪我了。有人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这个香菇辣酱拌米饭是真香啊。你别笑。好吃下饭多来点。真香，哎呀。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收到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呢，我们家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元给大家发满满的一箱10罐啊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不完的盖呢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辣酱放哪儿去了？我找这么半天，连影都没找着啊！呀，这辣酱这不在这儿呢吗？我饭呢？我给你吃饱了，不吃了呢？你咋那么会寻思呢？我啥时候说我吃饱了？我还没。你给我三天不打